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一会儿等着吃就行了。全弄好了，嗯，能干啊！哎呀，你去把袜子拿过来，我一起给你搓了。瞧你真好。打游戏，刷抖音，你都不陪我。游戏我也不打，一直陪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被你要求的，不是我自愿的。我在那儿看点我喜欢的东西，说我捧着手机不理你。我那是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点自由。盯着点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气你了。我还以为你就是不打算哄我了呢。好好好，整这死猪是吧？谢谢，请问谁能来哄哄我吗？